师兄，你虽人剑合一，但手中已经无剑了。手中无剑，心中有剑，天地万物皆可化剑。天之剑，没想到还有一招对应的地之剑。哦，好强的剑气！这一招地之剑，无限接近天道级法术。陈南玄，你坏事做绝，今日我便为师尊清理门户。